当他们从我身后的通道走到舞台中央的时候，仿佛这一切又回到了今年夏天，回到了那个最燃最闪亮的舞台。没错，他们用自己的实力，用青春的美好诠释了什么叫做逆风翻盘，向阳而生。让我们欢迎这个夏天到以后仍旧最闪亮的存在，火箭少女101。就是我，想起了小时候睡觉前熄了灯之后偷偷点亮不睡的被窝，也许你眼看本小说不封信点亮了宇宙，想象中我飞过了星空，幻想着那许多不一样的我，到世界每个角落，想到快乐真的贴近了我，梦境中自己掉进一个孤独的黑洞，在无止境的夜晚埋伏着野兽，有时当我有点寂寞，哭过了以后怀疑没有人懂我，虽然我带着一点摸索害怕的颤抖，却只有自己能够推着自己走，掌声有请火箭少女101。第一个跑过来的有唐诗哦，耶！让我欢迎火箭少女101。我们让粉丝朋友喊一会儿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。
来，我们一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火箭少女101。齐了。对对对对，特别好。101，大家好想你哦，我们也好想你。我们依次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从梦洁开始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草，是梦洁。欢迎梦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秘密里李子婷。欢迎子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子宁。欢迎子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大娟杜傲娟。欢迎大娟。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吴宣仪。Hello， 欢迎宣仪。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 Yummy。欢迎 Yumm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孟美琪。欢迎美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直在超越的杨超越。欢迎杨超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七赖美云。欢迎小七。火箭少女101的伞弟杨云晴，欢迎伞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付晶，欢迎付晶。